我今麦更加真幸福，你唔免阁替我烦恼。是啦，爸妈，恁放心，你做先，以后煞给恁幸福，交予我来讲。阿公、阿妈，阁有我，而且，恁真紧得有一个孙媳妇啊！ 啊，等伊点头吼，我绝对会先带伊来互恁看。美华姐，多谢你，你替我甲想呢，安个遮尔济份，这无啥啦。你先怎啦？ 你烦恼钱太济啊！客户年会啊，尔大，后万条万迄个车名了，去抓人质，到即马阁下落不明，我变哪有可能袂烦恼？警察叫有去叫啊，阮客户嘛有派人去找啊。我嘛有派人去叫啊！恁啊，真正是白阿囝，是咪啊？你有看到无？ 大家拢在了迄个我们正囝，迄个背骨嘞，而且哦，千太姐本来真有智慧，阁福大命大，伊啊，伊就平安倒转来啊。嗯。啊，对啦，苏庆啊，我替恁爸赶紧骨厝买倒转来。坤哥，你当是咩啊？前一阵啊，我一条钱了，我就随走去看。 我本来搁咧烦恼讲，时间还久啊，敢讲不会着，结果才知影讲，人拢甲当作是伤在啊，30多年以后无人住啊。其实我早就应该等伊进厝看卖，也毋过我无面通转去，因为我的冤仇我袂报，我逐工敢若想着万条我迄个嘴、迄个面。 大爱完全无进前，我原本嘛甲你同款想法啦。我背后看你都等下了，我甲想想的，我是还先替你吼，甲伊警署报一条。坤哥，多谢你。安尼，坤哥，甲电影，阮敢袂当甲伊看卖者？三八啦，啊，拄好已经讲啊，迄间厝是为了煞经买，当然嘛是恁的。 恁随时当可以看，而且哦，我已经请人去遐整理过啊。啊，我若无闲时阵哦，阮新买拢买去斗相共。美华姐，多谢你。恁困觉的代志都是我的代志啊，你免甲我遮尔客气啦。那呢，咱待会就来去。 以前阮爸都是坐伫遮，可是伊的细汉呢。啊，另外，落巴地后恁爸妈过啊，啊你哦，常常恁爸甲你扶起来遮，逐概你看行过，就拄着伊就甲我使嘛话，叫我想办法甲你救。坤哥，你都上听我。 就恁到即马，恁两个应该做诶，拢替我做甲遮尔侪全。这是我应该做诶。是我应该做诶。若毋是我一直无面好面对过去，即间厝我早都应该要买起来，重新整理过啊。你叫陈坤哥，啊，即间厝你要甲买，毋是拢共款。上重要是啊，大诶在天之灵哦，你敢真难为。 我的爸妈、阿哥、祖先的牌位
找一天，让我重新请回来安坐。哦，啊，讲到这哦，我来替乾坤哦，在家做监工的时阵哦，迄工人讲哦，迄新兵、迄红计都拢熬去啊啦，因就先把新兵请落来，到时哦，嘛要重新安坐哦。刘龙爸这么霸气呢，伊强风的应该是关心底棍啊。将军，你甲红布掀开。今年是红毛大帝将开牙，啊，真罕的有人厝内面拜将开牙呢。好，妈，根本是因为咱老姓将，啊是讲，咱是将开牙的后代啊。哇，阿公敢唔该讲过啥？但是发生的时阵，我才十四岁尔，我知影咱厝是拜将开牙，也毋过囡仔人敢若提香拜拜尔，我嘛毋敢提问。也毋过，阮爸有一直提醒我，爱尊天道。啊，你爹伫个天霸大的身躯边，敢有听伊讲过啥？爸，无啦，有一件代志。是啥？哈喽，有一届我甲大啉烧酒啦，应该是啉烧酒醉吧？伊咧甲我臭屁呢。讲啥物叫我莫甲当作一半落毛咧看待啦？讲若要共妖伏魔落来认真聊落啦。啊，我阿公啥物伊带天命个啦，又有另外一个身份甲使命啦。啊，才讲讲迄搭我也听无啊，我就当作伊啉烧酒在咧讲笑话哩咧。啊，既然阮家强风将开牙，阿公搁要安尼讲过，敢真正有啥物用意？就准讲有。什么？你阿公嘛无伫啊，无人会知影。小叔囝，你敢会记得恁爸有甲你讲过啥？还是你有想起啥？无啊。也毋过，阮爸无亲像是黑白讲话人。啊，这个代志吼，我是常常想起啦。无得搞去当初我啉烧酒时听唔对啊，啊嘛不一定哦。大个咧甲我讲耍笑啦，好啦好啦。那卖公家，来来，继续来参观，我传来，来来来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在想啥？戆神戆神，我日来你有无发现啊？这是我头一遍。无甲阿妈住做伙，阿袂惯势啊。刚讲你都无甲朋友出去耍，住外口过啊？迄无共款啊！啊，就算我出去耍哦，住伫个外口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我甲阿妈也是会住做伙。啊，即摆我结婚啊，以后这就是我的家啊。我知影哦，你一个人嫁过来，有真侪不安。阿哥，你放心，你早就是阿公，还有阮爸认定的新妇啊。伊阁讲哦，好佳哉你带你来啊，阿若无这哦，都真正变作是男生宿舍啊。我知影伊拢对我最好诶啦，阿毋过你已经毋是王依林，是吴依林啊。毕竟母家是有头有面，大家拢知影大起阿家。外口的人哦，一定会提放大镜甲我看。我唔知影，我是毋是会当甲豪门新妇的角色做好。我甲你讲哦，你真正想伤济啊！你就是走新闻的时阵哦，看伤济豪门恩怨啊，才有这种想法。就算我即马是吴依林，咱也是当甲过去同款啊，洗牙齿、食路边摊，买好看发带给你。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尽我的能力，
好好照顾你，保护你。我嘛相信，你一定是一个好太太。有你伫个身躯边，我就不惊。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风雨，有你伫个所在，就是晴天。就亲像高中时阵，我对你唱的那首歌同款。我的愿望，尽管那样，甘愿陪伴你的人是我。听啥？看到啥？听妈话，千万莫出来，有听下无？你紧不起来，紧不起来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！听妈话哦！啊！我死鬼拢找无你，原来你伫遮。这卡扎是我的房间，虽然困过有重新整理过啊，但不过保持到卡扎同款，敢若亲像我爸妈还伫嘞。困过就是这样大声。再要，就是咱的家。因为困过知影，这。是我上该安心的所在。当年，你就是秘伫遮下个空间，亲目睭看到恁爸妈。四百空告白，这是我爸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。四百空告白，这一当算是阮爸仔囝最后一次安抚。以前阮若是遐代志，阮爸拢会讲要把我的脚骨讲互断。虽然讲伊只是讲讲的尔，也毋过我拢会甲记落来。四百空七摆，四百空八摆，我拢安尼甲伊应嘴应字。对啊，伊到底同家跟我讲四百空告白，伊叫我卖出来，我若是敢出来，伊就要跟我的脚骨讲好断。我真正不敢想，但当年你还阁是一个囡仔，你是安怎度过这一切啊？我为着要保我的命，替阮爸妈报仇，我应该做的，不应该做的，我拢做啊！那不是林凤姐还阁活呢？就算讲客要原谅我，我嘛无可能原谅我家己，我会后悔一世人。